受到监视器哦，已锁定特定犯嫌申疑人，已逃逸路线哦，后警方将积极查缉到案哦，令哦事发原因哦，待犯嫌到案后理性哦。哦，目前哦，因为昨天有跟他联系哦，那他说哦，就是待唤醒哦，待清醒后未来开始做报案。那目前尚未是跟做报案，目前哦是有涉及妨碍名誉公然的部分。自强一路49号附近，疑似有男子持刀于路上行走，警方立即派遣警力到场警戒。该女40岁严姓男子情绪十分不稳，持刀挥舞，并称其遭人跟踪，需持刀自卫。警方先与其柔性沟通，再趁其不备之时合力将刀夺下。